你二级还没练到实战。所以这个时候远的时候比较不一样。哎，是我吗？接在练习的时候，你也很难做到五拳方面，就只是先转就在自己的这个。然后说真的，他这一次在练习，我跟你讲要打拳，但我是要踢你脚，所以你防不到。对啊。所以，其实你真的在比赛的时候，你想说看那些到底是什么？哦，他们一定是假的。对。然后之前跟那个对手，就是同学对练，怎么样，我就用全力揍我，就我练习防，他就用全力，没有到全力啊，可能七八下。可是会有受伤吗？受伤？不会啊。哦，他到了，然后再按，他就没有。我比较想要的就是把那个闪避叠满，闪避叠满，对，闪避就是可能一般人，因为我可能因为平常打架可能没有那个局限，所以我可以运用我的脚，就是怎么打我都知道怎么闪，大概的。我觉得闪避叠满就根本就往后跑。不用闪啊，就练脚步啊，一直往外绕绕圈圈啊。啊，像假设我现在是这个样子，就不往这边绕。嗯，对啊。哦，我又看你的重心，重心脚在哪里？没有，因为我在这一边的话，我要打。就啊，但是你在这一边的话，你是面对我。哦，打我要闪开你的后脚，所以你要往我的外面去闪。嗯，所以当你在闪。好吧，好，没有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就是你在防守，我就这样子啊。但是因为你是在圆心，我在圆周，所以我会比较累。如果要这一直往外面闪，我看我速度要很快，我停掉。有时候你说闪避要停满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因为我蛮喜欢这种很近的。泰拳对啊，泰拳怎么会这么近啊？啊，熟悉啊，我也想对啊，
然这到这么近，然后抓住了，然后你们可以打，你好像现在还是是啊。对啊，哎，这样就打，来啊！对啊，都看好。好 ，OK。不会有到那个？哎、欸，要等你们吗？不用吧，你是不是啊？哦，好，好。算了。对啊，就是像，哎，拳击就，拳击也有，拳击的话它是抱，对，小孩抱，对，他就抱着你，让你不能继续出去。但泰拳的方式会只是抱住你，让你不能出拳之外，对，然后另外是还是试着去控制，然后再怎么样控制。那这次他就有另外一个事，你要怎么想办法去破解一下。然后，所以像你讲说，有没有什么无敌的招式？没有，只要每一个招式它都有另外一个破解，一定都有破解的方式。对啊，那这次破解的方式一定就是有什么方式？就没有一个东西是。完全没有破绽，完全没有破绽，干什么？用那一招就好了。因为刚刚那一招帅，对吧？帅，太帅了。自己没什么意思的去抓，对，控制啊，控制，对啊。两个，跟我一样，跟你对啊。如果你要怎么，我想破绽。对啊，就是个人对手这边要夹，这边要夹紧啊。对啊，再是你要想办法去弄住。对啊，再是我们用刀去打你，怎么办？你要想办法，如果这扣到脖子的话，那就是要拉到他失去重心，对，要让他没有办法去控制。哦。再是，如果你是要去试着，如果只是不是要扣住，可是这两次之后，这只手就没有办法动了，对啊，就是没办法。那么看你要怎么样去控制，就它其实有很多不同。哦，太神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没练到，我只有练到最基本的。你的力量够两抓一样，所以其实为什么打拳会有分量级？你只要差五公斤，力量就差超多了。像说这里那叫 J， 我跟他打，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像 J 长型型的，我就打他。他只要稍微练过，对，像 J 他是，他不是真的超肥那种，你会觉得他是还是有稍微。压到怎么样？不要猫到一下就过了。对吧？所以像那种在路上跑那种，对吧？所以路上会跑到也有多大概五斤到十公斤。很少的。对啊，真的。那像为什么？我之前为什么想要吃呢？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是要打比赛，我在路上看人家打那个规则，对，又没分量级，所以像馆长他就有一点。根本就不用技术啊，就干大手。后来看到馆长不是？哦，有了。哇，他有跟一个那时候剑人盖伊，你有看那个吗？有啊，没有。真的真的这样，有没有感受到？这有什么技术？对啊，所以你真的要跟他比赛，你跟他比赛，跟他打架的时候。要去判断说这东西能不能碰，对，要怎么样打，然后再是为什么会跟你讲说想象训练的东西，不管哪个招式你在想象，哦，你是平常你说只是练攻击嘛，你在想象当对方如果用这个方式来攻击的时候，要怎么样去应对，再是那别人用这样子来应对来破解你的攻击的时候，那你要怎么样再去攻击他，所以像有些东西上次啊，第一次带。我们练拳的时候，就是叫你打三分钟，基本的拳，然后接的时候就用西装，他用哪个招式，哪个招式我觉得是蛮次的招式。哦，他是这样摆。哦，对，你要注意到。他后来有问我说，我这样子举你有吗？应该没有吧，我这样子就挂了。对，你敢冲过来，把你头往我膝盖冲过来，你是白痴。对啊，所以像如果是 mixed martial 的话，我去抱你的话，是要把你扑倒。是要把你举起，做扑挡的话，但是我也不会直接去扑，我肯定会被自我抓到破绽，我就可能先打那个击拳，你现在注意力在头脑，对，我再下去，我下去把你的脚拉起，对啊，然后身体往前，把你压到地上，然后抱起来的话，
要干嘛？对，那再是，像这就去防御，你要怎么样防御？像如果人家正冲过来，嗯，那再是你从小学的告一个是他们的有一个练习是重心会放低，可能看到有人过来，你就往下了。这样。对。因为你要抱我说我往后退啊，我重心往前往下压的时候，你就拉不过去啊，对啊。加油！对啊，所以，我在拉你一脚，就是要，我就被你往前拉了，就倒了，所以我要反制，我就是往后跳，就是这样子。就跟上楼梯和下楼梯的感觉。对啊，那所以说，像人家如果真要过来拉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或者是，如果是以你的体重，你要冲过来抱我，就会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就可以抱了。把你举起来，对啊，就你跟我体重差那么多，对啊，就是你的体重你就不能用这种招式，对啊，那如果你真的要用这种招式，那就要很清楚说，干我办法，我有办法去把你的脚往后拉，在一瞬间的时候让我的力量，我看那个土泰拳，他真的有像这样，对啊，土泰拳都练到了，土泰拳现在没什么在练啊，土泰拳有多很奇怪的招式啊。像那时候可能踩着你的大腿跳上来，然后手肘打，我有看到，就要打你的头顶的那种啊，对，就太梦幻啊，或者跳上去然后骑过来转过来，然后再打，就骑在你肩膀上打，就那种很表演性质比较多啊。实际上在比赛的话，这样，那这是古泰拳，他们现在还有在比，他们就不戴拳套，就像马式缠手，对啊，那种。也比较危险啊，那再是他，如果他真的用那个比赛的话，如果不是表演性质的话，感觉是很邪，那种很邪啊，那个达到就那就超越了，对啊，啊那还有什么？实战，我觉得刚那个好好用，就是很实在，是用在实战，对啊，那。这个至于要怎么练习？爆炸吗？啊，爆炸吗？我觉得最好练习还是有爆炸的。对啊，自己练就很困难，因为别人会怎么运动？像我现在在练。就换你拉我。对啊，对啊，那我搞不好像我刚才两只手进来，我就一直手进来。对啊。你要自己放弃我要对哦，等一下我给你空间，我对不起，我道歉。对啊，所以你这个东西要练的话，要互相去过一下。对啊，是真很难。对啊，你没有办法自己努力。然后怎么就想要知道？基本上，那就其他的变换的拳，变换就是可能像说西装有好几种。然后勾拳有好几种，西装一样距离，像这个距离的话，一招是不进去。但是如果说像我们现在举我手的话，会变成是一次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再来有另外一个就是，我这么近的时候，就可能脚起不来，就会变成啊。就是很这样转，我就跟那个转的那个型的，对啊，它本身往从外往，是肌肉，啊，还给练到那边，在干嘛？转一圈，这样不行吗？可以，可是有杀伤力，感觉我踢不出杀伤力，对吧？不知道这到底是。大部分的动作运动都不会出现这样子啊。对啊，那西装就搭在这些啊，那再是勾拳，像刚才讲过，这一面的话就是比较长，像我可能
是要惩罚他，他如果要到这么轻松，对对对，对啊。至于像我自己会打沙包，就还是很大这样子。可是如果在这样可以对打，说我这样距离够，距离太远打不到是吧？因为我自己有想象，就是我那时候在打直拳的时候，我想说我要练打直拳的时候，可能我打你可能还没有完全，就是可以让我进去这样打的，我就会再用这个这样去打，就找机会再练。对啊，那为什么教会教打九十度？是因为帮你去试一下。假设你现在是到完全直的。这边你会比较两种，就角度越小的时候，这边要会越散，越散会变成。那不像这样子的话，会变成这边的肌肉要扯住，会打。哦，对啊，那像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比较不均匀，力量是这边要集中，所以它就不会也许拉开。所以像如果距离远的话，可以打，但是你这一要要力的话，就一定要力量来传达，然后去扯住。所以一开始会觉得会比较容易受伤，所以就不说就是。之后如果练久了，肌肉比较强，打力，其他受伤，颈椎也，颈椎也都练不起来，练不起来。我还有一个是，这样打的。也有，但几率低啊。你要打到他的头还要高的时候，机会很少。那再是手肘的话，像这个就跟你讲的，那其实也有是完全的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是往上，就是往前。那为什么是差别在哪？就在说，我前我这时候晃的时候，我可能胸口进不去。不是手术不进去，所以一个再推进去，再是这样子打往上打到打下来，就跟上过去，这个位置上过，它那个距离，对我觉得要达到几率非常高，因为要打到上这个几率，对啊，那你其实对啊，这边都是你的防守区，所以很容易被打掉，对，所以那就上过去，上过去。上勾，上勾就是有脚往上，上上去，这是没有跳起来。那打沙包比较难是因为，你上勾拳要打就是这个面打，对，所以说有时候你看拳打是比较难行。三号就四个四个打，是不是？一般我们应该三块这样打，对吧？哦，如果你完全打三号，就是五十五台。我也是刚好有客人走过来，然后刚好从大黑要出拳，然后我打到这边，哈哈哈哈哈，然后又往后看那个，他们到底有没有看到？有些人会假装，假装没看。再是组合拳，就可以去想一下说为什么会有组合拳。像之前打教你直拳会打平直拳，我打直平，然后像我打直平，然后接下来为什么会有组合拳？是因为转移注意力。对，我就意思是让你的注意力转到上面之后，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打一下之后应该没有影响。所以像。组合拳就有一些是动作，打哪个地方都要打。对，然后再来是像踢呀、啊，踢也是为什么你直接用踢，可能踢中，动作太大，就是直接这样。对啊，比如说他就直接
走了。是不是？对。或者是绿，就有可能是先把绿绿启动到他的这个上。行。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，你只要去报警，然后把注意力放在上面，然后去行动。所以看那个情况之后，他真的是有拿到，但是不会有突然就冲过去，没事。当当当，冲过去要报警。对。对啊，或者稍微像那天追他也不是啊，他是往上报，对啊，往上报那个就没有。对，我不想知道的，有些我不知道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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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那个叫教学相长，就是你要学了之后再去教别人哦，也会问我一些问题，是我没想到的，对啊，我就是找这种。他会很讲一些东西是没想到的，那得找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要持续进修？为什么要去教你？然后什么？因为你教你自己也会成长。对啊，对啊。比如说你问我一些问题，我想不出问题。对啊，我就想不出来。我那时候你有看《剑人概要》嗯，他蛮常用的 Superman Punch。我不知道是其他人放的，这样中打的中的几率很高。中几率高。他几乎用那个就打中很大的，两个在对练干嘛？就是比赛。他跟那个什么大神，冠军，三大冠军，超强的，对。可是他用苏格兰非常，就是又打完他了，对他是有闪电，感觉一般人是闪不掉，就是可能被打一打会反掉，如果就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攻击啊，对，那个也是想起来就是。这我一直搞在心中，就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去选择。但起跳脚是哪一只脚？我这个跳跳动是比是一只脚踢。我觉得不管怎么跳，为什么？哦，那个很像那个摔跤那个，从头盘那个直接跳下来。他是在空中有动作很大，对，就是我自己会觉得，你脚踩在地上，所以你有办法去扭，腰。可是在空中，在空中要扭的力量就出不来，所以空中那个力量就是来自于前面起跳的力量。哦，所以他往前蹬。对啊，所以你在空中扭出来的力量。所以他是往前蹬。我是有试过的，是用在那边。哦，对，我看那个影片。对啊。飞过去。飞行，然后这个往上面去。落地，因为光脚，你就一直光脚上落地。翻译的话。像我自己看就是。这是起跳之后出去，那有一个是不是踢球的话，就是起跳起跳身体，像他们抢的发音的话是他们两只脚都怎么起，是这个样子，他不会是另外一只脚，他两只脚都是这样，那可以跳什么？那个场地也有限制，没有才好限制。我知道是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特别有兴趣，你就直接上去寻找。像我现在，其实我每天在房间里面大概会有一个小时在看 YouTube， 是在 YouTube 它就一直会介绍一些跟你变很多那种类型，对，它就是出现多少类型啊。所以我 YouTube 前面出现都是健身跟大学，每天看个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啊，自己在家里面，对啊，在时间像有一些东西是。泰拳没有，但是我有无形电是无形体，很帅，对啊，他就是三组很高啊，除非是，对啊，再是，可是我之前有去看过 kickboxing 的
强烈，他可以把回旋踢在不到半秒钟之内做出来，然后水然后踢完之后马上就然后手那是会受伤。对，所以如果真的强的话，那一般十二到十四。真的强的应该只强一点。只强哎，还倒了，没开始。像我就觉得，就一直练，基本都练会之后，就知道说身体大概怎么样做，然后节奏怎么样，身体是哪些节奏，这些都去看其他的，不光看影片，还有想办法去做出来。啊，像那个设计图，这个上面有时候下一些，然后继续。你上网找沙包机啊？对啊，到沙包架那时候他就已经有这个形式了，然后是说到这个地方的房价，讲到的是讲的是这个房价什么，这个位置就不一样，我们可能接下来下面就有两个价值，也是因为在跟他讨论，这里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个。如果要装沙包的话，有另外一个，有些全款的沙包这边是贴地，贴地的好处是说它比较软，但缺点就是它如果动的时候，它就会把撑起来吸收。那再是，其实会痛，不容易变成自己变强，对啊，变强就是。所以有另外一个折中的方式是，像我这边我在，一定要去买。对啊，也是我们想要固定的设备，来放在上面，我常常去上面，就然后轮胎也蛮重要是。台湾全马就不一样，但泰国全马就不一样。那个轮胎可以包到有点深的细，不是那种深的，叫人家自己去这轮胎很挑，但是有可能你跳完一堆掉下去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其实对啊，那再是他跳的，我自己会觉得干大腿特别很酸，我也知道是大腿很酸。是因为你要一直 hold 在那个位置。因为它的胎在是它有一个大小上，所以你是可以试去哦，可以变换。对啊，然后再你就会习惯说，哎，我的脚永远都是站这么宽，就不会说。那应该用意就是。对啊，就你会我就变成习惯，不管路怎么换，前后左右，这个就是这个距离。对啊，那你可以教我热身的时候，我的脚步要怎么练吗？因为我有时候我脚步很痛。为什么没有带影片？这是我们以前 level one 的时候，是啊，走十步之后，以前就这样，好，十步，好，接下来。哈哈哈这花了好几盘的。对啊，所以为什么基本功一直扎实，是因为感觉是可以试可以拖开。对啊，那个的话，如果一开始就教你这个，没有人会想，也许很无聊。我觉得应该九成的人会这样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像我在教你们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还是玩，没有，我还是讲太多，我觉得我还是讲太多细节。可能应该一开始没办法细节。对啊，那这是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讲这些细节的时候，有人打出来，然后受伤，然后就撞我头上。对啊，我宁愿你觉得无聊，也不要你受伤。对，像你如果去新竹学馆，他再不会教你说你挥直拳的时候手肘、身体，也不会教到你这么多细节，所以很难。对，就是要站的话，就是怎么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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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
好，来下一个，第一个组合拳 ，one two， 就开始 one two 了，对，看我都不会打拳，直接 one two 了，因为它那个好处就是，好会觉得好玩，然后会瘦，对啊，那好玩之后你可能有兴趣之后才会想要去练，哇，就对，我这个就是一开始简单，它是辛苦，对啊，后来你自己有兴趣再去转练。假设你要练脚步的话，看你啊，你自己暖身就变成像我讲的肌肉方式，就变成试着去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然后是后退，变换呢、啊？变换，变换是在什么状况下？什么状况下？是我可能打一打，就是、我要怎么变化？像我打一打，你搞不好反击，就不正式。哦哦。像有一部拳击片叫《South Hold》，杰克的，他有一个拳手，然后他们这样的右边的这站子叫 Orthodox， 左边这站子叫 South Hold。那 South Hold 他那部电影，他就是。很强的拳手，后来反正因为一些事情还是堕落，然后再重新爬回，这种很拔辣的故事。对，那他那个最后的结局就是打一打之后，因为要闪一下拳，这样子。啊，对。所以说就有点像是无体翻身的故事。哦。对啊，那你说什么时候会变？或者像？对方有时候变成另外一个战士的时候，因为我是要配合你的战士。我只是说，你觉得这时候我该用的战，我对你的破绽比较容易出现在哪里？对啊，想哪去？哦，就是挑战。对啊，战士就是知道你可以对这个姿势是哪里的姿势啊，要想如果这样子战的话。我才知道，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吸收。好，今天再教你另外一个，泰拳。其实泰拳它有点像是，应该大部分的格斗技，像跆拳、太极、泰拳，但我们想到的格斗技，其实都不是只有在。身体上面的事，他都会有他的自己的秩序，他的一些性格在。所以泰拳的话，为什么会在打拳前面都要跳？泰拳那个中文都叫藏，但它其实不是藏，它的泰文翻过来叫做谢死。嗯，那就是什么？谢谢老师。啊，所以像对我来讲。如果我们在泰国全靠战斗的时候，就会被师傅骂。哦，难怪你看。所以我就是放好。哦，习惯。然后再来是，对，那这个习惯我觉得蛮。如果你们是打好，我就不会要求。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真的开始比较重视一个泰拳的话，再是我自己一个人自己打拳的时候打完拳，我是傻帽说谢谢。哦，你是真的是真的，现在。对啊，那因为我觉得。他就是你教练，你说真的在泰国大学教练师，那不行，教的时候大完全跳，跳跳跳完之后就是跳完之后就是，其实这个是泰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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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泰拳